PayPal 新闻的朋友，大家好，非常谢谢 PayPal 新闻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来和大家分享在这一周我最推荐的三支影片。其实这一周的影片啊，非常的多啊，而且各形各色，非常多的内容，也可以看得出来 PayPal 新闻是一个能够容纳多元声音还有多方意见的一个很好的平台。里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了乡土人文，好教育的部分，也感受到像对音乐甚至于是野生动物啦等等啊，大家的这份热爱。不过我觉得最难得就是这些故事都不脱离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土地，我们对于社区的关注，对于社会影响的这份关心，都可以透过大家的眼和大家的镜头感受到了。而在这一周里面的影片呢，我最推荐的三支影片呢，分别是第一支影片是青年投家助农民用有机米做面包。其实光是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就相当的吸引我啊。青年的议题一直是我们非常关心的，特别是他所主要诉求的就是青年创业了。在这个影片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是辅大生命力新闻，他是以两位年轻人小米和小多他们的创业为一个切入点，不过他们所生产的产品却是非常有故事的哦。一个呢是因为小米他的母亲啊对麦麸会过敏，所以他想要用米来做成面包或者是饼干的制品，是一份因为爱而出发的一个动机。另外呢是小多，他对企划有相当的热忱，而且呢对于环境啦、土地啊都非常的关爱。要怎么样能够做出好的米面包跟米饼干呢？他们不仅啊还用以工换菜的方法到了花莲来跟农民取经，而我们也感受到了他们这两个年轻人亲自下乡，然后一再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尝试能够做出好吃又健康的作品啊。而这一个个看起来真的是让大家觉得很心动的面包跟饼干啊，确实非常的吸睛。在这个作品其实也感受到了我们制作者这份用心啊，肯定的不只是这两位年轻人，我觉得肯定的也是一份价值，就是珍惜土地，然后能够对于农民的产品能够有更多的支持。所以我透过了这个影片可以感受到制作者这份很用心。影片里面呢也有许多啊，像是两个年轻人他们到花莲啦，还有跟农民啦，还有他们在做饼干的过程，所以画面的丰富感也非常的饱和，让我觉得很丰富，所以我觉得看了之后会觉得很想买过来，好，很想要再认识这两个年轻人的冲动。好，那就要介绍第二支影片呢，是台湾特种鸟乌头翁的生存危机。其实我对于鸟类动物一直都相当的陌生，不过在这里我却觉得透过这短短的影片我认识了乌头翁啊。鸟类呢虽然在体型上、色彩上还有栖地上都有很大的不同特性，但是如果没有好的画面来做说明，好的专家来做解说，甚至于是做比对，我想即使是想要介绍一个鸟类啊，都不是那么容易啊，更何况还要让大家能够清楚的了解它所面临的危机跟困难。那在这支影片里面呢，我确实能够了解了乌头翁跟白头翁的不同，他们的生活等等，以及他们所面临到杂交啦、栖地的影响啦，还有放生等等的这些危机。不过我觉得最喜欢的是，它虽然是在讲一个就是生存上的危机，但是它不会用那种恐吓的啦、可怕的对立的方式来表达，而是用一种更温暖的方法唤起大家对于这一个鸟类的重视以及关心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温暖而且能够达到介绍目的的一个作品，我相当的喜欢。接下来介绍的第三支影片呢，我觉得是很有趣的影片，因为我是看到了题目之后就会想要点来看呢、是寻找阿松与小山，是燕君迪先生的作品。其实光是听到这个标题我就很想要点开来了，到底是在找什么人呢？特别这个人一定要叫阿松跟小山吗？那原来这是松山区公所他所办的一个活动，希望呼吁民众能够来退换
这个来申请自然人凭证，好，所想出来的一个方法，那就希望你的名字里面有山或松，或你的身份证数字里有数字三的话，那都可以来退换啊一些纪念品。不过有趣的是啊，其实虽然我都不符合这些规定，不过在整个表达里面呢，它不仅说明得很清楚，而且呢，它把观众的心声都说出来了，就是还来得及吗？啊，原来活动即将要截止啊，原来活动即将要截止了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因为退换的速度非常的快。不过虽然呢是没有办法换到，可是却唤起了我们对于什么是自然人凭证的认识，也让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哦，原来现在这整个捷运规划，这个赠送的悠游卡啊，上面的捷运路线图，让我们更了解哦，原来捷运的规划也有所不同了。我觉得透过这些巧思呢，让我们了解到，其实一个政策的推动啊，不需要很生硬的方式，反而是用这种活泼的方法，可以让我们知道自然人凭证的好处，那更进一步的也可以更了解在我们生活周遭所发生的大小事情。这周的 Pebble 新闻影片真的非常的多，而且种类非常的丰富，在这里面看到了大家对于河川、鸟类、植物等等的关心，看到大家对于社区里面的社区体验、风土民情的这份关注，还有呢对于艺术、教育、人文推动的这份用心啊，在这么多元的影片里面，其实每一支我觉得都很彻底的想要为他们所看到的一切来见证、来发声，我觉得这就是这块土地的多元声音的多元力量。最难得可贵的是，它是来自于学校，或者是来自于社区的民众。当大家开始用你的录影机记录下这块土地美好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是在书写属于我们这个世代的共同的历史。所以我非常感谢镜头后，也就是拿着摄影机的每一位，大家的用心，也谢谢公共电视给我们 Pebble 新闻这个平台，谢谢。